这是金逸林为 LibriVox 点 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30首诗。长安遇逢著，作者韦应物。客从东方来，衣上霸陵雨。问客何为来？采山阴霾府。明明花正开，洋洋艳新乳。昨别今已春，鬓丝生几缕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